果然是高手。麻坛一枝花。出招吧！安生打野。抢我德莱厄斯。我们一起卡一手草丛，他只要进草，他这把就输了。我就这么跟你讲，他只要进草，上路雪球滚得无限大，不进草还有的打。看样子他应该是不会进草。行，我们先卡兵，一层攻速，两层攻速，三层攻速，十，哎呦完了，小兵卡我位置好烦啊，这小兵不卡我位置他就爆炸，我跟你讲。哎呀这一波好伤啊，一下这一波有点伤啊。哎，这个小兵把我搞败了，严阵以待，一下走，有点伤，但我等级高不怕。一层两层 A 我没事，吃药三层四层五层六层七层八层九层啊，演闪现十层，你不交闪我不交闪，等我交闪你来不及跑。哎，这个东西，游戏结束，这波小兵没卡到我啊，男枪入侵背包，好，我起飞，我触发强攻把他秒了，我起飞了，这个药不重击 OK 回家，不来吊打我，这波把他杀了很重要，得完美800块，第一件装备我们选择一手红宝石加这个啊，再来个针眼，好，行，我现在血量很高，875，他没闪有疾跑，打他就要靠我们的无情连打，他三级我就不好打了，因为他三级他能拉我，他一拉我，我的反击风暴就被他拉断了，啊，但是 ，but 还是有办法的。什么办法呢？就看我的跳斩用的怎么样。我们这一波兵多，不跟他搞，我先摸兵，先摸兵，跟他打。把他们也算上。这兵的话不敢摸。算了。哎，这波要来抓，很好，能要插眼。好，层数很高，层数很高，层数很高，拉开。很到位，他死了，吃药触发我的伤害，很好 A 他，行，留住杀不掉，但没事，把他疾跑打出来也可以，再吃一手药，亮了一手牌子，表示他很不服，来再抓他一手，泰隆不见了，再搞他一手，他这个时候有点食疗制，小心泰隆啊，我们小心泰隆，哎，上你上吃药，好，你往哪跑？哎呦，太冷，快跑快跑！别杀我兄弟，你为什么要杀我呢？你为什么不杀我队友呢？我问你一下，你是怎么想的吗？你的伤害不够呀，你这个太龙是真的能蹲呐、啊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？杀不到我，哎，艺高人胆大。这个泰隆的话，我估计他在，所以你看我说了一下这个泰隆在，但是没想到他这么能蹲，他就中路钱不要，他就硬蹲捞的一，我只能说他捞的一，他的行为在中后期要付出代价，这波他成功了，我只能说炸胡。我们快速推一波先。啊，又不见了，这个太郎
插了个眼。哦，我先把视野插好。啊，还有个蓝 buff， 尴尬的一。没想到吧？这个兵线让我也很难受，他现在比我多个多兰盾，经验又比我高，这就很烦，不是很好打。但是还是有办法的啊，还是有办法的，不急，不慌，慢慢来。哎，我六级了。这泰隆保他我就很烦，我先走。人不见了，他这个没有别的路去，他只能来上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出去的。你蹲着，你蹲好吧，我就吃经验，慢慢蹲啊。我吃一手苹果，我能吃经验，你吃不到经验，对吧？啊，抽一手钱跑。好，我又来了。这也能刮到我，很烦。不跟你打啊，不跟你打，他还有攀升的，不上。控，你慢慢控啊，我不可能上的，不可能上的。呼叫一手打野，打野不来不上。龟的一，在下姓龟，名德一。中路下去了。二 v 二肯定打不过啊，二 v 二肯定打不过。好，来南枪一来就是人头。哎，来了，很好，我现在就不跟他打。哎呀，他很急，很急，我不跟他打，跟你打。哎，我故意卖一个小小的破绽，让他以为有角度。好，就骗他。好，很好，上当了。好了，小兵太多，搞了个闪现不亏。攀升果然来了，完了，快跑！快跑！这攀升就蹲他，我好烦。来抓他一手，推了我一波。没想到吧？这波吃塔刀。哎，我吃塔刀，怎么说？你还能拿我有办法？嗯，好，我攻速起来了，一层晕住我跑，你怎么办？我有大招啊，你蹲没事，人有点多，再来一波，又蹲他，这波他没闪，包杀，包杀，这波包杀，从侧面走，别从这边，不好抓，勾引他。晕住了一下，没事，我又闪的，你把我打得差不多我就溜，拜拜，才劈不出来。哎，搞这个东西啊，游戏改速，细节控制的完美，世界级控制。游戏结束了，我武器大师只要过渡前期很好，龟嘎GG，我只能送他两个字叫GG。鞋子一出，战锤一出，针眼一买，不改，控制的不要太好，想用拉破解我的意，对不起，我先提前放，把你晕住，跟你拼。宗师之威一开，锤你三下，你劈我，闪现拉开，很无奈，直接翻皮水往地上一躺，继续。但是他的资源很快啊，泰隆加攀升资源很快，我们要当心，他们是菜刀队。这波小兵多，我来打。等小兵没了，你吃就把你逼死啊！你拉我，哎，拉我，哎，拉不到。他只要拉我，他就炸。啊、他无情铁手不交，我不能上，忽悠他，忽悠成功，但小兵多，小兵不多他就上，收钱，这一波塔下兵全吃。哎，就是一手忍者出去，问你怎么说，距离控制的很细。有
不掉，掉，不掉，掉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十、一、二、二，这马上要选路了。打不到，中路不见，没事，插个眼。我有反击风暴，一、二、三。没事，没事，他死了，我死不了，回血。你搞这个东西，你在上，怎么说？你以为硬杀丢雷做人，完美？哟，没补到。搞这个东西，实战经验不要太足。这个不对啊，炮车下路杀的有点疯狂，但没关系，我起飞了。来保护我，这波他肯定要中我，我在勾引他，快！哎呦，塔皮不能吃，我回家了。下路这波如果去个人，我就可以踢。晕住，没有跳斩的蓝，很山。有跳斩的蓝就跑了，不过没事，不亏。不亏啊！这波可以考虑踢一下，说实话，这个应该能打得过吧？好像有点难，我靠！哇，这个眼没了，难受。刚啊，很好，你上去守塔吧，他们干得过。感谢小周爱你送上的飞机。一，我要小心他的中野啊！一、二，他现在打不过我，但是我怕他中野来包我。这波中路不见啊，而且攀升有大，很有可能跳我，但是不跟他打啊。他神偷鬼脸，给他神偷鬼脸，不可能死的，他攀升蹲不到我的。呼叫一波打野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，二 v 二把他们两个都锤死。啊，不上，他攀升现在就刷野看着我的，我不可能上的，知道吧？他现在打不过我，但是，哦，攀升把他攀升锤死，我在。听说你很直，听说你入侵，听说你刚才强杀我，听说你以为自己长得很帅，重锤，你忘。哪里还就？哎呀，我靠！闪现没好，差一点点，这个就很烦，这个就很烦了，差一点点。我又回来了。一、二、三、一，这个潘森一直在蹲我，他蹲不到，跑我野区来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十，抓你内圈，你往哪跑？走你！哎，你这把攀升没血的，要回家的。搞、哦、这个东西啊，泰隆来又如何？你敢跟我打，你试试看。反击风暴开不出来，把它定住。丢，你怎么说？追来愣头，追不到，浪费时间，很舒服，超赚。我队友很安逸，完美。不谈啊。这武器大师多烦啊，搞得他们心神不宁。本来可以很快结束游戏的，但是被我缠住了。细节多的一，没有办法，这种武器才强。这把想要赢就来上包赢，哎，其他路别去，你信我，我再拖他们。来上路发生战斗不会亏，因为我是强而有力的上单。重击，我现在装备太差，没办法，其实我发育的还不错，只是在这个时间段太快了，他们人头收的太多，塔皮吃的太多，我没有办法短暂的时间内起来。这波钱不能吃，吃要被包，
贪生加泰隆，可以考虑蹲一手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但是危险，离塔太近，小龙吃了，小龙吃了，人不在啊，但是这个线不够追杀，他能盾击我。办法，我现在没有打钱的时间，这个线他们肯定会来抓我的，他们游走快。来陪我一起抓波上，陪我一起抓波上。现在打团的话不好打，但是这波来跟我走，有肉吃，你信我，我很强的。来上路，你要去中你就没得救了，你不来上你就注定咸鱼这把。好，走，来了，来抓我了，我走了，对不起，拜拜。这个线太长，我跑不了，没眼，不可能给他机会的，他们就在无限盯着我，但是无限浪费时间，这就是意识。我虽然看不到，但我很肯定落单。他们人多啊，不打，我先守一下，打不到，走一波，是他三个兵，不打啊，塔下打，我来个三项，别，别出去，出去就是给他叠血怒的，好吧，我们守住，我来个三项，直接出血手。我现在就好少人，先撤，打不过你们先撤，拉回塔下。我靠，别这么搞啊，全死吗？哎呀，我们这个该，这个我就很无奈了呀。我不能死啊，我不能拿人头跟他换，不划算，我一死队友就 GG 了。打到我没事，我有跳伞，哎，过来给我！哎呦，我算了，我靠！太垮了呀！这把被无限针对的同时，队友又崩了，而且我又是一个贾克斯，我就很难搞。你想干嘛？我没有时间打钱，行，我去担待，没有发育时间，视野又差，所以这把我们很艰难，但没关系，相信我的战斗力，这一波有戏。我被看到了，好，骗个大招，完美，骗个闪现，完美，你早闪呀，我靠，继续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，早闪就好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，艾希需要你的大招，塔下把他们定住。贪生没血，是打是可以搞。谁能上去卖一波？行，这个诺手我把他杀了。来陪我。很好，定住了。哎，哎呦，我靠，过不去。哦，你胆子大，你别说，把你定在塔下，你怎么办啊？一榔头敲死，等下一波技能，小心。
这狼兔敲死开大招怎么说？一不急，等下一波技能。有意打不到我，上火线拉开，行，点燃死了。OK， 丢啥？回中抓一波啊！塔守住啊！塔守住！铁陀螺来了，艾希绕后海底捞给个 W。别！快走！意识并不成。我们只推了一个塔，相当尴尬。来跟我走，有肉吃，就在这里。白富，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他们找人，相信我，来快！有没有人来？有人来吗？没人来，尴尬。跳走，等队友，很好，没事，很好，开起来了，完美。先通针，上，谁敢上？没人敢上，几局？艾希不在，这下路搞一波落单，小心别死。潘森如果把他杀掉，就 nice， 很好，我给你满分。这波我给你满分，小心啊，别死了。我带一波线，给我一点发育时间。哎，我靠，我真没吃到。行，可以打，他们找人，可以搞，来，不怕，这也很畅。开大招，全部打那边去了，我靠！风筝，差一丢丢，丢歪了。脏啊，炸弹人锤他，你满血锤他，挡住，站一条线。哦，我这把牺牲了，没办法，他们两个人把我困住了，我装备还没有起飞，守住，可以，感觉守住了，等我起来之后他们就控制不了我了。但是虽然我死了啊，他们这波把泰隆杀了，因为全部都在打泰隆。我踢这个位置，看不到我。对不起啊，又拉了，追，追！我给你一个字，叫追。漂亮。好，我带你们手上，我血手马上够。这波带可能会有点危险，但没事，我胆子大，我有跳斩。现在该我了。哎，不是重击，我靠，这手够了呀！哎，大龙给个视野，很好，再拖一拖就能翻盘。我是武器，大龙没有了，很好，没有视野，一局，啊，我来了，就差一丢丢，很好，死一个，晕座，我靠。拉我很好，就等你拉了。不，留不住了，留人就没输出，输出就留不住人。大龙丢了哟，这个就不好搞了。淌口水啊，都
叠的一对不？来跟我走，有跟不上。哎，艾龙看到了没有？老的一，我只能用老的一来形容。没事，我有闪，我还有跳闪。溜，跑跑路。没有发育空间，怎么办？能否撑得住？没有发育空间，没事，我有跳斩，我有E，随便杀。我靠！能不能守住？并不能守住，很烦。哎呀，没办法，我们的这一手贾克斯，并没有输出的机会，也没有发育的时间。行。